人都要多子多孙，多子多孙才是福气，这似乎是豪门不变的铁律，管你是谁，只要是豪门就几乎如此。而且近来有港媒爆出郭晶晶疑似有孕，老霍家又要添丁了。郭晶晶回娘家大家都是知道的，穿的就像个普通人家的儿媳妇，不仅不招摇还很低调。如果不是网友偶遇，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次行程，大家都以为只有郭晶晶自己回娘家去了，但是没想到霍启刚也跟着去了，真是嫁人当嫁霍启刚啊。霍启刚好老公的形象真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没想到郭晶晶今天穿的裙子有点贴身，看出来小腹似乎有些变化。再加上年初时霍启刚说的确有三胎计划，而且跟郭晶晶二人世界去泰国玩，如今看来梦想成真了。霍启刚全程悉心照顾郭晶晶，郭晶晶穿着平底鞋，这是不是引证了有起的事情呢？豪门多子多孙才是福，有能力生，有条件养。